妹妹啊，你怎么一直坐在那边发呆啦？爸比，我觉得这个洞有点怪怪的，这上面有脚印，而且它长得怪怪的、脏脏的，是不是外星人的洞？想太多了。奇怪了，为什么妈妈一定要这样，还有讲我听不懂的话？有点怪怪的哎。爸爸，妈妈难道是外星人？那我就是外星人小孩。干嘛？难道你是外星人吗？谁是外星人啦？电视看太多了啦！妹妹，帮忙扫地啦！手好酸哦。我学错了地方吗？扫把动起来！扫把不会自己扫啊，你又不是超能力娃娃。快快快！吃饭啦！我要变成哆啦 A 梦。我要从口袋里拿东西，放大灯，只要被东西射到的话，它就会放大哦。喂，噔噔噔噔噔，哇，你已经变大了，妈咪，你看，你今天要变什么人啊？哆啦 A 梦啦。哦，那个胖胖的哆啦 A 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怎么了？你要什么东西我都可以哦，因为我有回口袋。啊，需要很多钱，可以吗？不懂啦！哇，好帅哦！我以后也要嫁给这种老公。我要赶快去打扮。哇哦！阿咪。你看我漂亮吗？很漂亮啊，怎么了？我的梦想改变喽。你的梦想？不是钢琴老师吗 ？No no no， 是嫁给帅哥。喂，好久不见。没事哦，那要不要跟我一起来我们家附近的公园啊？对对对，就是那间。
好，拜拜。妹妹，啊，你刚才跟同学讲电话，在讲什么？讲得那么开心。我用比手画脚告诉你。哦，第一个字吗？嗯，对。我。对，第二个字。好。还。不是。推。不是。好好好好，你不要再比了，我看不懂，你用讲的。哦，我和他要出去。去哪里？公园啊。哦，你呀，就是电视看太多了，才会学电视比手画脚。我没事。